今天人类侵占了其他动物生存的空间，造成地球暖化、珊瑚白化、水质污染、地层下陷、滥垦滥伐等等各种各样的环境灾害，确实不该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许愿，是要让人类重新改过，还是要消灭人类呢？消灭人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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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机会啊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好，然后班报必摆播。好，在我们看底舌的部分，我们呼吸的要点呢，我们可以先打开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让身体扩张开来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讲话比较会足够，对不对？比较说二班有个王鹤，二班有个王鹤，黄鹤王鹤二人搞创作，黄鹤王鹤二人搞创作，黄鹤搞木。戏感来源自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过去的回忆。过去的回忆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有吗？来，去玩的时候买棉花糖吃啊！来，你又说话不算话，说好要带我去游乐园玩，结果又要工作。哎呀，爸爸工作是为了赚钱啊，要先赚钱才能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啊！可是我好想去游乐园玩，小明都去过好几次的，你明明之前答应过我的。当然大家都很喜欢变身，对不对？很喜欢玩变身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因为你们现在在发育阶段，所以还是尽量呢不要做变身的动作，我们正常讲话就可以。然后刚刚呢，大家在演戏的时候都忽略到了，就是我们刚刚所演的情绪，对不对？刚刚所教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开心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？生气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呢？悲伤，到最后是什么？无奈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要表演的时候怎么样，还是要把情绪做出来，不能笑着。当我们看到一句台词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讲这句台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，然后这样的心情如果放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表现出来，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又会怎么样表现出来，然后尝试去把这样的一个情感诠释，然后让别人可以听到你的感情，好不好？